你好，我是e普通话的老师党安琪。Now let's begin. A. 这条裤子有没有大一号的？ B. 请您稍等，我帮您检查一下。 A. 这条裤子有没有大一号的？ B. 请您稍等，我帮您检查一下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见。